那像今年11月初啊，这个我们信义区信安街发生火灾，造成11伤，还有3个家庭无家可归哦。那受灾户里面有个爸爸全身烧烫伤，送院治疗，他的几位小朋友哦，都需要有人照顾。那淑华呢，不但掏钱给这些受灾户，还帮助他们安排中继住宅，这就是真正来照顾我们人民的一个地方的民意代表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那我知道这一次哦的选举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对淑华来说啊、哦，那上一次他选了只差了6000票啊、哦，就差一点点了啊、哦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可不可以团结来支持淑华，送他进国会？许淑华绝对是我。